两万血可以了吧？两万血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哎，我是不是消耗全体？我操！哎，可以过哦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。哎，怎么停下来了？哎，可以可以，可以哦，这个可以哦。十五颗木马，这边有六颗，有六颗。六颗哦，算一下。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够多。木屋先开，但是火屋先不要开。六颗，七八，这样几颗啦？几颗了？六加五加三，再加三，八颗，要重来了。四颗，哎，四加五九颗，好，现在九颗哦，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刚好，完美，完美。这边只要都转到就过了哈。应该是过了。好，然后这边开个这个鬼都都，好，这样就过了。刘备放后面是因为王冠不倒意志。王冠不倒意志，你放后面，他的追打可以破那个不倒意志。哦，不用转太痛哦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把右边的带走。双屋开下去的状态，我们洗一下技能。好了，天降那没办法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开一个这个吧，把那个消掉哈。三元流水，我看一下哦。这边我决定开一次龙科好了，因为他会死，会怕。哎，其实不开龙科应该也是可以过，但是按下去了就开吧。
直接打。他一颗水珠是减十发，但是这对的暴力应该是没差。男主心，啊，我右边的那个没管到多，管。这边的话就先转一回合，先转一回合。然后这边开张飞，开张飞。就不会死了。啊，记得锁定珠要转掉哦。有一些没转掉，但是影响不大，影响不大。好，我们这边这个火物继续开下去，两回合。我想一下哦，直接转吧。这边的话 ，CD 会死人哦。我看一下猴，七回合。我们拼一下好了，拼一下天降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关掉好了，先关掉。好，关掉。我想要等龙科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像这边的话，你就是组合技开下去哈，全队都会打这个。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刘备的追打哦，刘备的追打就可以。破这个不倒意志，不倒意志就不用打到四十趴以下。好，刘备的追打，不管是刘备还是带人马也可以哦，只要是追打系列的都可以破不倒意志，这样。